行，我姐多吃点啊。行了。奶奶，哦，苗苗，嗯，那明个都做完了以后，咱俩的约定还能实现呗？能实现。真的呗？真的，那结婚去。行啊。啥约定啊？能说呗。秘密，我们秘密奶奶不跟你说，你想知道呗？该不想知道的，想知道，嗯，看你跟那个小姑，你俩不是。给你一块儿，那你赶一块儿去吃。一块儿说漏了哥，说漏谁了？我出来了，给看着。咱俩一块儿约定去吃好东西来了。哦，吃啥呀？那个一会儿有点辣，你不能吃呢，要是能吃我都带叫你去。等你这哈了，一会儿肯定饿吃啊。再营养吧。俺俩先俺俩别先去尝尝好不好吃。爷爷不一定呗。爷爷不一定，来拉钩。这个，咱俩说，我说这个，咱俩。咦，好吧，我们约定好了，来，咱们也拉钩。下次带你去来着。来来来，俺俩不吃，俺俩不吃不了，俺你俩不吃，行俺看。下次带你去吃别的。约定呗，下次苗苗回来的时候，我带叫你带叫你苗苗跟着你在咱们去约定。来来来，咱一人鼓点。好。哎，约定下一次带你去啊，叫这次这个辣你不能吃啊。要是那么不辣好点。对。先请你配一个啤酒冰城吧。电话密切听着。这个混合吧，那就带爷爷过来来一个这个吧。两个棒打鲜橙都要常温的是吗？对。行，还需要别的吗？不要了。电话号码有一个。好的，两杯十二，微信软件您。微信吧。行。好，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咱俩是好朋友。